珠宝之家欲望珠宝巴黎系列，灵感来自巴西热情的旅游胜地巴伊亚，是 Pomelato 宝曼兰朵珠宝中最富热带风情的珠宝系列，一贯大胆的撞色宝石组合，加之柔美而不规则的线条切割，令该系列珍宝更似天造之物，唤起出神入化的自然美感。Pomelato 宝曼兰朵巴黎系列戒指 Pomelato 宝曼兰朵巴黎系列戒指，这款戒指用一块不规则形状的圆润宝石和数颗小宝石形成反差，用自然方式镶嵌。第一枚戒指以伦敦蓝托踏石打造蔚蓝深海的魅力，清澈幽蓝的宝石仿佛经过了浪涛的洗礼与打磨，冲刷至沙滩上与数颗精巧甜美的粉蓝冒泄后。第二枚戒指以紫水晶搭配沙弗莱石头，两种颜色碰撞出独特的火花。Pomelato 宝曼兰朵巴黎系列戒指 Pomelato 宝曼兰朵巴黎系列戒指，除了单块宝石造型的戒指，系列中不乏更夸张造型上更独特的创意。这款戒指在原有戒指的基础上加入两块类似大小的宝石，凭借巧夺天工的手工技艺，将二者镶嵌于玫瑰金戒托之上，三块宝石簇拥在一起，令人不禁联想起花朵与藤蔓的唯美形态。Pomelato 宝曼兰朵巴黎系列耳环 Pomelato 宝曼兰朵巴黎系列耳环 Pomelato 宝曼兰朵巴黎系列耳环 Pomelato 宝曼兰朵巴黎系列耳环，耳环采用泪滴形状的不规则彩色宝石，用形成反差的小宝石点缀，光彩熠熠，圆润的宝石刻面使宝石的蓝色似海水般盎然涌动，同款耳坠富含更加生动的效果，一如水帘汩汩流动。图文珠宝之家 Echo